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今天的视频。昨天我在田里面搞掉了几条小鱼，就这种鲤鱼仔。今天我要用它做一种不一样的吃法，大家肯定没吃过。把这个鱼鳞打一下，把这个鱼腌一下，放点米酒，把这火生了，就准备炸那个鱼。这火也差不多了。好，就用这个植物油来炸就好了，不要太多。我准备了面包糠、面粉、鸡蛋，这个是鱼，筷子，现在开始了。第一次做不知道成不成功，试一下，准备下锅了。这个差不多熟了，香喷喷的肯德鱼出锅了，快点！这就是我们今天做的肯德鱼，我先尝一个啊。又香又脆，大家以后可以在家里尝试这样做。好，今天我们的视频就拍到这里了，我们明天见。